在观布地震严管高登记，因为菜脯产业发展以及民生污水排放，造成临近河段延伸到下游的布地港水质恶化，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甲卫生。官府向行政院环保署争取预算执行排水水质净化工程，工程自去年一月完成发包，三月动工兴建，整体预计伫今年十一月开始试营运。预估完工了后，会当每日处理460吨的废水，有效改善盐管沟的水质甲臭味。县长王章良十六号会同布袋镇长陈鸿梅、关议员蔡伟杰、黄金木，前往了解工程最新的新进度。听出环保局长张金木简报掌握排水效益以及特殊生态水质净化工法。工程处理目标以内田小白集散的生活废水以及菜脯三季的腌制废水为主，处理的工法采接触破气法，利用风阻室的生物滤材附着生物膜中微生物，将生活杂排水中的有机物质等污染物当作食物来源，去除水中污染物，净化水质。中央补助经费是7047万，地方自筹经费1762万，总经费8809万，工期420天，每天最大的处理是460吨废水。环保局啊，针对咱布袋啊，这个所在，当讲台湾80%以上的菜脯啊，是产生在咱布袋哈，那产生的这个废水。那有机质确实也造成一些环境的污染跟臭味的问题啊，所以特别给环保署，那争取一个处理厂，那能够将这些所谓的废水或是家庭污水啊，能够经过这种所谓的处理了，那再把水排放到啊这个沟渠里面去啊，啊我想这个对长久以来，那因为这个菜脯的产业产生的这种所谓对居民的困扰。那能够透过现代的科技的这个解决啊，能够达到产业跟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达到所谓的平衡跟共存。那我想在这边谢谢啊，环保局这么努力，那去中央啊争取相关的经费。县长王章良表示，嘉义海区有两大难解决的问题，一个是蚵仔壳，第二是制作菜脯的废污水。拢会造成环境的问题，尤其布袋镇出产的菜脯占全台80%以上。环保局积极争取预算净化废污水，处理以后争取排放沟渠，能够解决长久以来居民的困扰，也让在地产业甲现代科技达到好的平衡共存。蚵仔壳部分也会找到占地场，将壳循环再利用。海区问题逐步来解套，幸福土地清洁的环保。谢新新闻蔡明堂，台观蔡宏博导。我们从四星到五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嘉义的进步，看到了嘉义县民对我们的肯定。八大面向的平均满意度还是全台第一名，这代表你的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坚强。最近啊，我到外面去走，自从远见给我们五星县长以后啊，我们的县民说他们也是五星的县民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疗愈、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那我们即将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肯定跟希望，我们要努力的往前走。那这一次实际上我最高兴的还是一个八大面向全国平均第一哦，这个代表的是我们团队。那这三年来的累积受到大家的肯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嘉义的整个龙凤大穴的格局也在往前发展，我们希望乘着这一股气势，我们嘉义可以越来越好。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的来努力，也希望大家慢慢的把注意力也可以注意到一个从来你们不会注意到的一个穷的农业县，叫嘉义县。谢谢大家，谢谢。